时间到了吗？还有一分钟，搁几轮间哦。因为咱上课哈，按照时间上课，按照时间下课。有人说 OK 啦，好来，我查几轮间哈 ，OK 好来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吃饱了，多少精神哦？一个白色之恋，我想今天我想改一个题目。白色之恋的时呢，讲得真恐怖的哈。啊，各位，因为迄阵啊，初级班我无上过恁的课，所以我想用迄个台湾前途哈，何去何从？那个台生，把它这个弄下面那个。咱台湾的前途吼，何去何从吼？有一个咱的华理吼，华理论述吼，那个接起来吼。因为咱的这下上课必须要了解咱台湾的近代史，和咱台湾近代史吼，要用最简单的个了解。老实讲，咱长时间接受迄个中国国民党，就是中华民国的教育，来把一寡迄个历史呢，吼，拢把咱扭曲掉吼。啊，所以咱读的历史，真侪去国外好，也是去中国，也拢袂用得啦。因为咱作者伫台湾毕业的迄留学生去美国了呢。发觉到讲，哎，奇怪，伫台湾读个历史吼，含外国，啊，甲含中国迄边，它也无同。这边呢，读讲是汉奸的啦，哦，迄边讲是民族英雄啦，啊，像斗兵吼，斗兵哈。啊，这个是因为安尼呢，因为国民党含共产党两个敌对，两个敌对的，所以这敌对的就一战战过了十当的心咯，拢害死遐老百姓。无论伫中国大陆，还是咱台湾拢相像，迄两口罩国共就对啦。共产党这边欺压因中国人，啊，国民党走来只啊欺压咱台湾人，啊，欺压咱好势了后先呢，啊，即卖因两边吼在啉红酒啊咧，在啉红酒啊，吼，两个咧烧咩啊，称兄道弟啊，啊，这是真可恶的代志吼。啊，小等下我先讲的。我们的台湾前途何去何从？这真牵连到咱本身未来吼，要做什么款的选择？在即以前所过的生活，甲咱未来所追求的什么的，都有相关的联系吼。所以我这个名爱记咧吼，因为去年四月时阵呢，有咱一群咱台湾民政府的人，代表咱到民政府去美国。要招待记者会时阵，叫人跟人反叛，含那论述无同，因假紧弄破话，因为迄个互人感觉，唔是感觉尔尔，直接就你就知影讲，伊是要主力台湾独立。但主力台湾独立要较早，阮就是啊。阮伫学校时阵，伫较早咧读校时就开始要主力台湾独立。以后去陆光，陆光是要学一个功夫哦。哦，有你独立爱武力啊，爱武力就是你爱学一挂功夫啊。结果功夫无成的时吼，就掠入去绿岛台遐研究走我当啊，去唱迄个小夜曲，你知吼？迄小夜曲。啊，所以为咱们来讲，绿岛是靠迄个大学的。啊，这间校阮有校，读个无学校啊啦，即摆无啊。你莫过去哪去绿岛参观吼？你去参观，有这人权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纪念馆吼，也叫绿洲山庄啊，绿洲吼，遐你咱看，我的名可能要底下相片吼，但有一个纪念碑啊，为地卡选起来，人纪念碑是拢是顶悬的吼，啊，甲咱特别的，咱台湾绿岛遐时喏，遐纪念碑是为地卡吼，安尼底更底更个，迄阵李登辉去接碑的对，李登辉啊，我留迄阵个地下小小巷，我拢有去吼，啊，所以绿岛这个所在已经。这件好已经无啊！啊，所以若要讲我过去的，老实讲，今仔毋是咱时间人讲会了的就对了吼。来，最起码互恁知影讲，我为什么用这个台湾前途何去何从来做题目？
各位来了解咱近代史的时阵呢，会含咱秘书长甲各位咱的讲师所讲的哦，会连起来，连接起来了吼，连接起来。嗯，这是了宝木群哦。我若要讲迄个时候，你各位看一下吼。白水这个时候，我来咱讲到这大家有无？恁初步看一下，以后时间我等来讲哈。有时间等来讲，这我学经历吼，慢慢来。即马讲的时吼，这是我过去迄个简单的处理啦。台湾历史的演革，大家看一下吼。西班牙是呢，1626甲1642，迄阵的淡水。过去阵有些人较早的时咯，讲啊，即个福尔摩沙。以前那时咯，是迄个葡萄牙伊伫咱的偏湖，所以葡萄牙呢，伊发现着这，但是伊无来谈伊伫偏湖的大遐。迄西班牙是啊，去听着吼。我讲遮遐脏啊！哦，有遐那水的，即个美丽的一个岛底下吗？吼、哦！你澳洲了是西班牙拼大胜的，伊只西班牙舰队吼真强啦。澳洲内底荷兰呐、西班牙拢真强吼。啊，因呢就先来伫淡水遐叫阿蒙城，但真也搁伫个。但因个期间之内，因为荷兰到尾也是喏结合为印尼遐来进攻即个西班牙。西班牙伊阵底下是喏。其实是几百个人尔，伊占伫北部迄带遐，但伊拢来做啥呢？做个要拦截的基地的，想要做啥呢？东印度公司吼，伊是不过想要做生意啦，做生意吼。所以咧，台湾迄阵啊是因的一部分，来整个台湾外扩，好像一个潭啊，吼。恁可能有咧讲过咱台湾迄个土地的时阵吼，当初。大清帝国挂日本的时候，带成一个咱一条啊长潭啊，恁可能有看过啦吼。因为中央山脉一当的时吼，迄个所在唔是清朝管的，所以挂土地的时呢，伊把清朝遐过了，清朝把迄个原住民遐过拢挂互人，吼以后了咩引起真侪冲突甲批判吼。所以我即卖讲西班牙，因伫即个年代了时呢，荷兰伊是伫咧安平，伫咱台南府城遐。吼、哦！了后呢，伊把西班牙驱逐出去，赶出去，所以总共拢总是38档来了。所以这个时代内底，西班牙和荷兰，因较近你也看，已经300外档的时阵吼，因留落来伫咱台湾即马吼，伊想要咧讲的用的物件，恁来想看卖。咱你较早讲番仔油啦，有无？迄番仔油咧，因用的咧油啊。迄番仔咧用诶，啊番仔姜啦，迄番仔，因为咱讲以后，迄个头毛红红有无？因咧吼金毛啊、阿毛啊吼，啊目睭金闪闪、绿绿诶啊，咱叫阿毛啊吼，迄叫咧啦，有无？番仔姜啦，迄番仔咧食诶姜哦，啊个番仔花，哦番仔咧用诶花啊，最好用诶啊，你较早咧切到把树到啥迄种吼，毋是讲只卖讲赖打迄吼，迄较种番仔花啦，啊番仔花是番仔咧用诶花。你要看咱进啦，但即马随着时代咧进步，用赖打无咧用番仔花啊，哦咧切花花枝啦咧对吼，番仔花。啊，讲番仔油啦、番仔花啦，这啦，搁有一件吼，甲即阵我也是爱去讲的话啦，吼，迄叫做阿姆陀啦。阿姆陀的时阵，阿姆咧用个陀，会有够好用的嘛。啊，所以恁进讲水泥吼，我也无讲水泥咧。奇怪了，唔知啦，看这中国文化过来讲水泥吼，讲未通啦。我那时也叫讲阿姆陀啦，所以咱若纯咧讲吼，好嘿，买一挂阿姆陀来抹抹咧吼。咱无讲买一挂水泥来抹抹咧啦。各位，恁是毋是讲阿姆陀啊？哦，对，咧足奇怪吼。300多年还佫留咧，即个是咱讲番啊，迄带遐阿姆啊咧用的物件啦。佮继续好的物件，咱个留咧，阿麦佮蛋上去嘛，哦，对不对？即个是呢。啊！了时阵呢，荷兰了，哎，个地心宫，这个地心宫的时吼，由于沿海遐走到咱台湾，一栋咧建立基地，那是为个台南遐起来，起来要做些故事啦。哦，你看你台南遐吼，后生呢，后迄个开台啦，哦，恁妈祖要开台啦，啊有我正统的啦，我按落正统就几百个呢，哦。诶，台南遐你若去看咧，即为着妈祖，无唔对，当初的时喏，要登陆迄落
台南的时阵吼，有发生这风台冲下，我就求妈祖，我准电管还有妈祖，啊，所以呢，先讲把荷兰拍败了先吼，哎呀，带来抢啊，讲迄是开台的啦，哎、啊、是原来请来啦，啊，咱卖关系就对了。我哩妈祖唔是讲甲一个人讲你炸了，我炸来尔，但唯一的所在咧呢，因为第一个时阵无政府状态。有政府，但是管袂到的，老百姓是安那呢？祈求平安啊，真侪拢求神明啊。你各位看咧，你一个沿海为庄卡讨海人，伊毋是咧，互政府保护呢？因是那神呐、啊，就是妈祖，有讨海的人，所以三卡波就一间庙啊。恁各位有知无？来庄卡好，还是讲迄个平湖啦、海港咧讨海的人，三卡波就一间庙啊。吼、哦，比政府机关较济啊！啊，为虾米？啊，就是安尼啊！有你政府帮我保护我，我做救恩啊，上天啊，对不对？看天咧食饭的时阵，我救恩来啊！尤其是妈祖上圣的嘛，啊，所以就妈祖吼、哦。所以地神公起来迄阵啊，老实讲，咱啊听真济啊，吼、哦，是有对其他先定约的，所以人家拢要好开台的就对了吼、哦。啊，咱咧不关系啦。咱即摆上吊就讲，等于讲伊入来了，荷兰导航，伊要拍牌，拍牌了时呢，直接建立一个基地，伊是咩呢？反清复明啊！反清复明，伊国伊来直接建立一个东宁王国呢。这典型讲啊，爱你这反清复明，结果安那是把台湾做一个基地啊。这个荷兰甲西班牙先，因把台湾来做一个基地。但是因是贸易的，要经商的。即马地心公伫即搭遮呢，伊反清复明，会把台湾做一个基地哦。来这地心公，迄个啥呢？迄个西龙，你看吼，即卖卖管理安怎安怎印入来啦？就咱台湾纳入清朝版图是1684年，也那是因为地心公把迄个拍败啊，地心公来占遮了呢，和清朝。吼、哦，遐拍牌收尾也好，拢从纳入这时阵啦。所以阵啊规定啥？规定因中国人来台湾不得西眷，不得西眷就是讲未使娶呐，娶家后某囝过来就对啦。唔啊，大家奇怪，啊你未当的时吼，啊以后娶个遐后代安那三姓安那补出来啊，安那补出来啊。所以不怪的时阵吼，迄、那个马街。一个副院长，伊咧研刚研作者，即马咧讲台湾历史，迄历史学家，迄李教授讲，你其中有印度的 DNA 啊，有够奇怪无？啊，个原住民的白波族的 DNA 啊，我咱各位大吼，无时间通去研啊，研袂到底，咱后迄落安那呢？白波族的 DNA 就对啦。所以因为是安那呢？因为迄个时阵，伊个海禁。清朝迄阵叫做海禁，海禁的三咧归海里伊内底吼，你袂使带人，伊惊你偷渡过来，过来即个台湾即个所在，所以不得时间了时，咱的后代吼一直咧想啦。有当我咧想奇怪，你不得时间，阿袂偷渡过来嘛？阿袂偷渡个，但是以后才安那补出来，除了原住民，就只要高山族以外，阿咱只要南南社会啊呢，所以咱看起来是看袂清楚，你是怎样到呢？正到人选择啥物款？啊，无人讲会出来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即毋知讲你遐讲台湾人叫台湾人，毋是安尼讲啊。啊，那安尼无叫啥物台湾人，所以美国的心哦，为什么敢叫咱请新闻证啊？就伫即搭遮啊。啊，你看起来，你讲中国人啊，台湾人啊，我分袂清楚啊。那像讲咱即摆去美看美国人小讲啦，美国人含英国人的心了，你来看袂清楚，含苏联的夹夹做，你来看袂清楚啊。但因看有。啊，同款呢，咱若稍微看有，你是韩国人，你是日本人，你中国人，有看咱知影。啊，无做遐警察、警大、讲话，咱拢稍微知啦。所以，但是美国伊看无啊，所以叫咱请台湾的心情。好来，小弟我用一段时间吼，等来讲咱的这个台湾咱本土东西。要人无请身份证的无，请举手看卖啦。较小做呢吼，好。我现在用一段时间，我最后留一段时间吼，讲咱这个台湾身份证，诶，迄个上重要在哪里哈？我那讲哦，讲
各位大家知影，因为讲到这个身份证，就是美国要求咱。哦，小等我来，我来说明。啊，到我说山寨版的吼，什么叫做山寨版的？我小等来做一个解说。所以咱各位，迄、那个伫美国看起来时吼，你所有台湾人拢看拢肖像，所以必须要有清证件吼。小等我来讲。古刷的上吊，咱岛内命运啊，就伫即当啦。九四曾经发生甲午战争啦，这是1894，今年2014，搁伫甲午，哦，各位知吼，今年也拄甲午年，所以拄120冬啊。迄、那个1894甲2014拄120冬，咱岛内命运第一个甲午时阵。第二次咱到命运，伫也是伫甲午年，这是足卡下袂哦。甲午年诶时喏，就是1895呢，有无？战争了诶时呢，把台湾天鹅永久哦，挂人哦，毋是抓人，毋是灭人哦，挂人哦，挂啥？挂互日本天皇。但是咱读历史来，即感觉来挂互日本啊，足简单个就。来日本甲日本。政府甲日本天皇无同款啊！第一条讲要挂日本，所以即马战败了先啊，日本就放弃，足简单诶。其实是日本天皇哦，大家记得吼。迄阵啊了后，有一个唐景祥，拿地好奇小弟，我也过去看一下吼。要做临时总统，做几日啊，然后就走路啊，就去走等于中国啊。啊，为什么伊即个机啊用拿地黄好奇呢？吼、哦，这里是啦，龙兄虎弟啊，龙代表中国啊，虎咧代表台湾，所以龙兄虎弟，所以用这个机啊，你讲啦，啊就无效啊，伊个走等于中国，迄、那个唐九松吼，迄、那个时阵呢，第一个台湾民主国的亚洲内底啊，第一个三星的啦，但是呢夭折，几日了就跳崖，几日就跳崖。日本的是来统治咱台湾，老实讲，迄阵啊土地。是干那啥呢？就是西边，就对了西边啊！啊，即卖只原住民的时喏，伊咧抗议咧抗争呢，用奇怪。啊，即落阮伫咧带好是日本来咧，日本人讲啥咧？讲啊，咧清朝战书挂互阮啊！啊，即原住民讲啊奇怪，啊，阮含清朝什么关系啊？啊，阮带伫即个，啊隔壁保书教煞连阮隔壁煞袂调伊啊，煞挂挂互人伊，啊，哪有即个代志？所以原住民咧，搞啥都抗争哩啦！哎呀，抗争的时候，哇，哎，日本讲系啊，啊，拄着头壳大咧啊，要安怎？就按照国际法，我把你征服。国际法在也在给征服嘛。所以对原住民的时候，我做给你征服啊，无变啦，对不对？啊，讲啊讲未听啊，无变啦，啊，无就再拍啦。吼，那拍输，我就踢退啊，啊，拍也拍死，你也乖乖。所以直接咧枪杀党哦。结果是按照国际法来给征服掉。所以国帅以后伫咧当时呢，1937年完全拢皇民化。伫1937年到1945年啊，都八冬哦，迄阵也是也未发生二次大战，伊先皇民化、皇民化。哦，来开始，咱的台湾的命运是就是甲午战争脱离中国，另外来伫日本这台车过着日本生活。所以我本人1940，迄阵也是还阁算日本人啊。但现高阶也唔知呀，唔知大人嘅代志啊。伫咧战败了后，迄阵啊，伫受国民党教育吼，还佫好，光复台湾，好，迄阵啊，佫只能讲光复台湾咯。啊，细汉就敢来点灯呢，点灯切菜啊，对不？好，啊就出去游街啦，创啥？讲咧光复台湾安尼啊。伫你伫咧大呢，是种奇怪，啊，是安那光复咧？有你中国嘅心咯，和日本伫咧拍到要山顶啊！你走路拍到迄个重庆遐密条咧啊！若无美国人来援助，大把日本炸落去时吼，连中国人煞无伊呢？很奇怪，爱开讲讲互咱台湾啊！所以慢慢地愈大汉的时愈想，嘿，迄阵啊是中国，就中华民国甲美国拢是咱的敌人呢。又最起码咱家从我这本人，迄阵来日本的，日本籍的，伊咱1945年的9月7日上日本籍的。但那以后生呢，表示恁的爸爸妈妈还是恁阿公是日本籍的，所以生的人那是日本的后裔啊。
但是因为中国过来是做工作，把咱说新闻前的1946年完全拢改做中华民国的，我就真可恶啊！嘿，拢无征求咱的同意啊，所以违反国际法啊。日本的是当初要来台湾甲骗我钱呢，伊按照国际法，伊安怎呢？宣布讲来，因为你以后爱做日本的方面，啊，恁原来呢伫清朝内底咧生活的，给恁两冬的时间。你若认为讲要做清国的国民，吼，两冬后我甲你问，啊，你若讲要做日本的方面，我也两冬后甲你问。所以日本按照国际法来了，两冬了后来问所有台湾籍来讲，你要做大清帝国国民，还是要做我日本的方面？结果拢总剩4000几个讲要做大清帝国的。所以你老咧请新闻证，无啊物啊，天本啊，老请着讲恁是华侨的吼。哎，恁就感觉奇怪，啊，阮着台湾人是那个华侨啊，迄个是恁的祖先哦，大清帝国要做大清帝国的国民啦，所以看老底大家讲你是哪呢？你是迄个华侨就对啦，吼、哦，各位吼、哦，我希望咱在座无请着即个华侨的啦。然后到1945年4月7日，哦，这里咱关键的日子哦，为什么发力的时候咱来知影？1937年的时候做红民政策，然后1945年4月7日，这是个关键日。迄个时阿个日子，大家等咧战争哦。但日本的时阵哦，伊安那用一个诏书吼，4月7日开始实施日本宪法，你让甲恁调伊做兵，你会当参加因个国会的开会。所以咱迄阵啊有派代表去东京开会，然后呢，咱就接受的征兵，迄队呢叫做义勇军啊，特工队啊。所以引起美国迄阵啊对咱岛人足惊吓，啊就是只特工队啦。或者有时间大概分析互恁听吼。迄阵啊了后就4月7日，是恁大日，迄叫做大日本帝国哦，大日本帝国含即卖日本无共。日本即摆有两个啦，一个叫做大日本帝国，就是日本天皇整合嘞，北方四岛，啊，到即摆现在新的日本，哦，有了福海道、北海道啦、九州啦、本州四岛，这四个岛，佮加啥呢？佮加台湾偏哦，佮啊，佮那西南群岛迄搭遐啦，迄叫做大日本帝国个啦。但于战败了时呢，从4月5日，战败了时呢，苏联用北方四岛佮去。啊，韩国遐呢，搞一个主导，就点么主导了？对，迄个说那个 OK。台湾片和中华民国，啊，这个西南群岛吼，总是无人烟的呀，又在即马咧发生问题啊，就是西南群岛，迄较早拢大日本帝国内底，所以日本人两个，这个大日本帝国，这个新的日本，新日本的是美国改制宪法，就新的宪法就是即马因想讲要修改。就是啥呢？就是自卫权，甲集体自卫权。自卫权，因即卖有无？因即卖的时吼，你的武器袂使伤过侪，你的武器有一个限制。佮另外一个呢，你家庭讲吼，因讲迄个安保条约啦吼，伊也无改啦。你比讲我美国甲日本，我的军舰来做出去吼，人若拍到美国个呀。哎，你日本你袂使还手哦？为啥呢？我唔是拍着你啊，你知吼？但是呢，咱若拍着日本的吼，哎，伊会当还手，啊，美国佫会当还手呢？嗯，啊，这个无啥公平啊！啊，我都其实大战了是定的内底啦，你会当自卫，我该搏，你该当还手啊！我无搏你，你袂当搏我啊！所以叫做自卫权啊，你各位知影无？所以日本就想要修改，结果美国来探讨。讲无啊，你真无方便呢。咱两个军舰出去，啊，人若摸到你吼，我较会使出手。啊，我若去用摸的是日本，袂当出手呢，因为你无摸到日本的啊。吼、哦，这是真无啥公平吼。啊，所以因想要改，啊，为啥要改？因为中国即卖伊讲是和平崛起啦，迄是中国人改个公车啦，吼、哦，拢和平，其实呢，拢阿妈要输的啦，阿表也值得啊，头前咱来和平哦。
后壁就是倒啊，死死咧要甲骨落就对啦。所以伊是这种做法啊。所以即卖是呢，但是呢，当然嘛，即个只大拢知影，较早拢有食过伊个亏啊。尤其日本的时候也知影，因为安那中国人做阿报迄个产业弯的啊，啊，所以日本的时候伊会真小心。几十年来咧受美国即个安保条例保护来底发展的经济，但实际上伊军事伊那是咧发展呢。必须你应该有甲恁讲过啊，伊潜水艇哦，那做一当啊就退役呢。我毋知必须你有甲恁讲无吼，做一当啊就退役。很奇怪，啊！一当迄长河用啊，等于咱迄车吼，用一当是上盖好晒啊。为什么退？嗯，啊，着迄条啥呢？伊个宪法来规定吼，阿爸囡仔一搞咧，伊即马一当退休了了吼，啊，佫新的出来啊，啊，即马一当佫累啊，啊，佫新的出来啊，吼，拢做一两百台，迄个潜水艇，逐台等于若新的，伊就用一当着佮扛起来啊，但伊毋是讲。坑里冷冻箱无用咧，落个编制，拢编制。哦，这台潜水艇，哦，你负责个，哦，你这三百个继续来这台，啊，即要这台你负责个，那照常个拢编制。化解的是，若要战争机关反叛起来吼，伊就当福利也就对啦。所以各位大，你唔知讲吼，日本你唔看，日本的科技是真高呢。有某一个航母台就无输美国呢。美国有当按某一个人去学哦，即我咧较会知影奇怪。日本你一个战败国，你也想六十几年前伊就防空母干嘛啦？中国的心呐，连半台也无。几年前用两千万，有乌克兰买几架军备回来做迄个陆军用的啦。哦，收收咧讲因有航母啊啦，一怪笑死人吼。人日本六十几年前就有安尼。六十几年啊，虽然是战败，你敢伊讲因推迟拢无咧发展吗？各位讲啊，日本咧二次大战的时吼，美国甲苏联哦惊到的，是安怎？伊潜水艇内底吼，竟然个唱飞机啦！吼、哦，这一阵啊，六十几年前这是大新闻，你唔敢咧，唔敢报出来的时吼，但伊也拢知嘛，苏联想要卖啦。美国我看这袂使，这哪有恶意吼？所以，从美国规个好势了先，拢规个甲炸掉伊。敢若我美国知影尔尔，为啥潜水艇来让唱飞机？这不得了诶！二次大战才六十几年前，哪有这个科技啊呢？啊，你今仔是中国诶心吼，都会当买落买，买袂来用偷诶啦，偷诶就袂用抢诶啦。啊，不用山寨版呐！你来恶，我来个，所以苏联的时候无啥爱卖飞机给伊啊，伊卖几只来拆拆，家己过来制造来生产呐，所以变个较好的武器，人唔敢卖伊啊，对不对？伊卖来卖几台啊，你啊等下来拆啊，所以中国是用这波的啊，对不对？因有一个工程叫做逆向工程啊，我记得逆向工程的时候，就是吼拆拆啊倒头做就对了，吼伊安尼个迄个。这个工程袂歹吼，中国啊，所以咱即马有一寡拢有一寡媒体吼，甲咱误导伊，大家拢惊中国啦。我讲啊，那台湾那边做啊，中国咧，奇怪，中国啥物人含咱关系咧？连一点关系也无。啊，今日新闻因为我做媒体，处处拢报第一中国强，啊，第二讲咱台湾含咩有关系，啊，所以呢。那咧讲着有当咱来，我招身份证啦吼，还是讲咱台湾当民政官来，伊讲嗯，安尼安啦，安中国边啦，奇怪，咱想中国边啦，所以咱啊真肯定啊讲，含中国都无关系。为啥呢？到我真正了时，等于恁阿公啊、恁祖先啊就对啦，恁祖先咧把书教、证书咱荷兰伊啊，你即马讲，较早还阮土地哦，会通吗？未通嘛。啊，那咧讲的时哦。所以，较早咧，甲全世界讲哦，讲我根据历史啊，根据历史，不对啦，清朝以前，台湾那个是啊，那根据历史，苏联哪恁来呢？伊原料派到遐呢？啊，什么伊朗哪恁来呢？伊派到里海遐，伊朗拢恁来啊，迄个中东遐恁来，伊那原料来派到遐，对不对？啊，佮讲个是，朝鲜哪恁来？南北韩拢恁来，啊，越南拢恁来，较早叫安南嘛。对不对？安南啊，所以你若讲根据历史，还是免阿通。你是根据什么时代？
是汉代吗？还是清迄落迄落金朝吗？还是也比清朝？所以讲含含糊糊，讲根据历史，歹势美国啊讲哦，爱依照国际法啦，政府揢出来啦，讲你个咧政府揢出来啦，啊，嘴讲诶，我隔壁迄栋厝我个啦，嗯，啊不啦，凭拳头无呢啊，会通吗？所以国卫生的大臣讲，这件事恁大家手啦，这件事恁会好无？我恁大拢下手呢，啊，唔则变恁个啊呢啊，这无可能嘛。所以中国一直安尼先吼，啊，因为安尼呢，因为咱过美国，啊，过美国的时阵吼，就是安尼，叫美国的时阵摆，啊，甲赶出去。但是呢，伊甲咱教育内底吼，讲根据啥呢？开罗宣言，根据波茨坦宣言，你台湾朋友啊，属于了中国的。歹势，迄阵咪俗，迄个宣言是台公共的。二次大战迄阵1943年，啊，个战争中，罗斯福。甲丘吉尔、甲迄个公共的人苏联的袂用参加咧，因三伫开罗遐公共无安尼啦。那战了的时阵吼，那战赢吼，无即来只吼，过来归还中国来管啦。吼，迄种为着台并肩作战啦，讲好啊，啊好，帮我台无使用啦，迄个无成法论嘛。所以各个台要清楚哩，即点咩呢？开罗宣言台公共的无成法论。吼，但是咱旧金山合约，到1952年，迄阵也是正式啊，日本台拢。简爱和嘛，啊和爱的条约嘛，所以1952年的时候，迄阵啊，就签一个旧金山合约，拢有48个国家去签嘛，等于联合国签协商啊嘛，迄是外界法律上是相关的嘛，哎，各位来有清楚无？所以咱今日就是根据旧金山合约内底，你美国才是占领国嘛，所以我小弟也讲到。美国的台湾关系法是为什么的位置不让咱旧金山比了是安尼啦吼？来，即摆讲的是开始吼，1945年，咱上条的这是自己的哈。1945年4月7日，咱就开始做日本大日本帝国不让分割。较早咱是讲是殖民地创啥的吼，迄阵就唔是啊。啊，又上条的啥？咱能做兵，啊个啥？咱参政，所以咧，即摆日本建国新社有39100个咱台湾人伫遐嘛，所以咱台民政府是拢会组团，有即个8月12日就要去啊，啊，佫有一个啊，9月12月23日就是要甲天皇祝寿的。为什么这美国安排啊？因为遐含咱的关系啊，你中国总理事都无咱啊，中国的总理事无咱台湾人啊。啊、所以咱台湾日本机关，日本也无甲当作咱台湾是日本人，建国时有伊39100个。所以大家想这真难，较早读个历史拢唔对啊。所以阮哋每当个是拢去啊，拜咱啊，拜咱遐先民，为咱个母国牺牲去当遐。迄美国个时头看咱台湾普普哦，为什么呢？甲先讲是太平一块小岛啊尔。第二次大战个时阵，因伫菲律宾。开那个机场去那些，弄个密密麻麻，你讲奇怪，啊，这飞机飞对来个那个，拢为咱台湾起飞啦，好，非常啊重视咱台湾呐，所以伫菲律宾迄带啊，弄者了是咯，马加萨是拢撤退，撤退对为澳洲啦，澳大利亚吼，又讲一句名言啦，微笑 overcome 啦，我哪个倒登来，这个说到我哪个倒登来，我们这以后个倒登来。佮拍个菲律宾以后佮有独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阵啊是美国感觉奇怪，唔闲咧尔呢，当然只飞机佮袂弄印尼呢。所以美国感觉哦，台湾这里说得较重，较重视这台湾起来，无一阵啊看台湾噗噗啊噗噗啊，吼、哦！啊各位，1945年，吼、哦，都是原子弹沉落啦，无多啊，8月15日，日本天皇的信吼。哦伊就宣布无条件投降啊！伊安那即个原子弹沉了到地时，讲嗨啊，啊，佫沉成十粒吧，咱就嗨啊！规个东家迷麻麻，那歹势吼！迄只美国在正能量呀，中华强啊，撑过最能量，啊，正能量个部位都好势啊！你讲啦，但是呢，战争的时呢，叫起底呀，叫敌人呐。日本天皇的时讲，嚯靠，即个物件遐厉害啊！是一落是几万人，加10万人个呀！啊，个沉十粒啊！咱东京规拢无去啊呢！啊，其实也无物件好沉啊，对不对？迄阵啊，美国光伊咧生产就做袂赴啊，关系木来较拍算啊，结果木来都有效。
所以伫8月15日宣布了投降。所以在迄阵时呢，马克思一号令叫蒋介石来接入管台湾。迄阵毋是叫中华民国来，迄阵是叫啥呢？皖东军的司令就是蒋介石。所以各个人真来用清楚啊。迄阵伊毋是用中华民国来接收，是用啥呢？是皖东军。缅军是最高统帅马克思，所以是皖东军是一个军领了，所以马克思一号令。吼、哦，来做清楚，叫做 Order One 的时阵呐，就这啦，就叫伊吼来接管啦。啊，接管时哦，无以后是含中共两个拍输的时，无当走，无当一，无当四，四有等台湾来。这是咱台湾建立新的牌面，咱的文武够歹的啦。无迄阵也是美国又想过要送菲律宾啦，吼、哦，阿巴多都罕见，都罕见的时呢，中共违背伊的承诺。所以美国较支持那呢，就这个蒋介石好高名，叫恶古名就是安尼啊。伊甲美国讲的时喏，我是100%要反共啊，替美国是唯独共产国家啊。啊，美国迄阵啊，迄落我托啊，带来援助台湾，你记无？援助台湾，美援呢？迄阵你过来，包括第七舰队的时呐，台湾海峡也过来，对无？就是迄阵啊，中共的时喏，违背政策，伊呐抗美援朝。100万大军跑去北韩，啊，为跑去南韩去。啊，你是美国惊到你是侵略国家，你的政权当建立了呢，你就开始咧对外咧侵略啊。所以咧救着这个好高嘛，救着这乌龟哩呐，蒋介石啊。所以你这个继续生存嘞，但生存你够有些疑问啊。为什么联合国的时候变成啥呢？较早中华民国联合国内底，伊代表全中国，但伊说中间面是袂动。容易准啊，跌者，但奇怪，即摆中东是入去，即来遮边是较袂当入去啊。各位，这个有即个问题伫个，读过初级班、甲高级班以后，你开始也产生一个问题。其实在现场的时喏，话无即个问题，顶开想到啦。但我有拄到高雄的时候，一个大叔靠我啊，伊讲委员长，伊讲咧上课迄阵啊无发觉即个问题，即摆有即个问题，我啥问题？伊讲，伊做中华民国代表全中国伫联合国呢？为什么在中东，迄只袂当入去？啊，这帮中共入去呢？哎，奇怪，啊，这边煞袂当入去呢？你要改名啦，袂当入去呢？我分析我听啦。我讲迄阵啊，代表全中国，其实伊是什么流氓过来？伊即摆流氓啊，流氓不能就地合法，伊袂当直接就地合法。但是呢，西方国家的时喏。迄阵还袂决定性诶，所以虽然搁咧台湾时呢，伊号称要搁代表全中国，迄阵咧对抗共产国家嘛，所以联合国内底有设出中美英华苏五个国，叫做安理会内底嘛。所以即摆联合国内底迄个牌啊吼，那是还搁中华民国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入面是并不改呢。你来联合国你看，伊那是还搁是中华民国伫底下，而且不改。啊、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，这是毛泽东因当初伊死的时阵，伊感觉作协会其中一项啦，就是改国名啦。啊，无代无志，你来甲推翻掉伊，你代表中华民国了啊？伊毋是呢，伊咧未够用啦。我中华民国不爱用啦，我要加人民啦，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啦。哦，按这出来了先吼，中华民国赶紧呢，外国的大使有无？大使嘿啊，迄落大使馆啊。从美国迄个时阵用1元啦，美金1元哦，总卖伊啦，啊无啊，即马阁卖得倒来嘛？迄阵啊呢，变相诶，用1元卖伊尔尔，哦，迄价值几千万美金诶呢，用1元。全世界说真诶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容易没收啦。为虾米呢？你讲是新诶国家、啊，你毋是继承啊？你若如果讲我交代推翻啊，我即马诶时阵吼，就看那迄落。迄、那个明朝，啊，我咧清朝啊，推翻啦，我才变清朝就对啦吼。哎、欸，唔是啊，伊要讲我好就是新的国家，新国家歹势，交换来大使馆，你无能继承，无能接收。那如果迄阵那时啦，无改国名，哎，歹势，咱台湾要去内乱吼，咱个台湾皮好容易就对啦。哎、欸，奇怪，你改国名了先咯，个老蒋诶，迄样挂出来，拢移来遮了，哎、欸，总台湾海峡总分割咧，当一个一当一个西呢。这个世界演变的时候，造成咱台湾人新的命运啦。咱台湾人是足无欢喜中国人来管的，但真无奈啊。
啊，那是美国用军舰去叫过来啊。啊，所以咱今仔台湾民主过美国的时候，当初是你美国政府哎过来咱台湾的，歹势，咱即马呢哪该过你也该再走啊。主要再对呢，你美国代志啊，不是咱台湾人的代志啊。所以二次大战结束了的时候，这个变化，各位咱有一个清楚，当初是伫联合国有代表权的时阵，迄阵啊，苏联每一党拢提案，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入联合国内底，但是拢有后决。这个后决是啥呢？不是美国用后决权呢，不是。真主连起来了时吼，都无达到迄个提案的迄落啊。因为内底一个重要议案，就是讲，回王国内底三分之一重要议案，就是爱三分之一通过。结果苏联迄撮集团哦都无搞啊，啊，今日提案拢无多，逐党拢无多。啊，当时呢，到1972年的时阵呢，有叫做世界第三势力，阿非33个国家啦，因甲美国呛声。讲即马国际局势咧变，你敢若停一个小小台湾，你免代表全中国啦。地图拍开，无论土地，无论人口，拢是占世界是特别五分之一啦。为什么互一个小小台湾咧代表全中国，即不合理啦？所以你美国政策若要改变吼，阮阿非33个国家要政策要停苏联集团啦。所以美国以前那叫国务卿来甲遮讲。就是1972年的10月23来甲讲，蒋介石讲，讲安那呢？讲汉贼不良力，各位大家知影无？有我这年纪人知影吼，伊讲汉贼不良力，美国意思是安那呢？是讲好，局势咧变啊！你讲个普通和安国，即个安理会协助吼，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代替，因为即个东西底啊，有南北韩啦，要过这南北越啦。啊，做东西中也无要紧啦，迄叫叫土系啊，就两个中国啊，对不对吼？但是呢，迄老蒋也讲袂使，汉贼不两立。所以各位，迄阵也是把咱台湾呢带入国际上政治高位，就是1972年开始，咱的国际无承认你中华民国啊，中华民国连国讲讲出来了后，因讲我们退出了，歹势，毋是你退出，是从踢出来。啊，所以对咱的教育讲，我们退出联合国。对不对？其实用踢出来，各位踢出来了是美国政策大转变的一个中国政策，一个中国政策实际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不是中华民国啊。所以中华民国的时阵，1949年死一届呀。各位来中国南京的时候，你看无？南京遐做一个做一个台吼，一条啊，吼、哦，什么条台而且更多，什么条台而且更多，写写下来干那中华民国的心咯。1912年到1949年，一个条啊遐。啊！你若用只香港甲照样，改成一个蒙牌地啊！吼、哦，各位来南京，加甲参观看卖。中华民国第一次死亡就是伫啊，1949年。你甲日联啊，各位死人挂出来的时阵啊，迄第一个死，第三次死伫对，死伫台湾，而且咱俩挂出去，但毋是凭咱咱咯，那毋是凭民进党的咱，那毋是凭台南、台联即个只夹夹做，毋是。对啦，当民政府是各美国的时候，美国那个挂出去。所以中华民国，你有看无？即卖来中国迄边人过来吼，伊个机啊拢关畅畅起来，你知吼？我拢收个仓库，那选举啊，为当有仓库个压压出来，啊，剩个平时拢收咧，就是安那呢？因家己知影，世界无要承认中华民国啊，但伊即卖呢，足巧个，把中华民国台湾吼，夹夹做伙呢。即卖讲我们台湾政府奇怪，你中华民国政府即卖讲台湾政府哦。拢用安尼，要夹做用等号，你知影无？因为知影美国政策要改啊，啊，所以讲咧，我们台湾等于中华民国，民进党那是打了这个陷阱。为什么讲的虚空？拢我们台湾前途何去何从的？你记在家啦。看人家政党的时候，共同咧承担台湾人。阮当初家己民进党的时阵，台湾自民自决，大家注意。迄阵来因的决议文是安尼哦。台湾著名著作，哎，咱最起码在座拢会当接受嘛，因为带领起来这人共同决定咱的命运嘛。这个符合联合国宪章，叫台湾著名著作。但是呢，1999年的时阵，突然间在咧改，是啥物情况来在改？啥人改？啥物提议要改？我本身身为一个资深的党员，我都唔知影。
所以真懊恼，你知影无？为什么他改做啥呢？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他的国号叫啥？中华民国。各位听话嘛呀，把台湾跟中华民国划等号。你1999年给咱改呀，啊，咱出来拢唔知呀，蛤蟆好时拢支持民进党，家里跌落时拢发个大细声，发到这个红军啊军大条时，台湾是咱台湾人的，咱必须要台湾主体独立，但是拢假化，假了那的呀。民进党改新就是作为共同承担台湾，中华民国伊都唔敢讲台湾是敌的，宪法内底唔敢得入去啊，所以中华民国宪法。因此，当时的1947年，就爱伫南京迄阵啊时阵哦，制定宪法啦。迄阵有十几个咱台湾人吼，去底下讲来参加会啦。我讲十几个台湾人，有可能走路去的咧。恁来掠底下，甲甲讲有台湾人参加咧。制定宪法，结果是呢，1947年蒋委制定了时呢，无用，因为228伫咱台湾发生，啊，伫1947年。所以现在在南京制定1947年，所以咱台湾发生228事件，而且是国共底下当在查，所以把宪法冻结，在1948年的时呢，把它冻结掉。内底时现在就无讲咱台湾是伊啊，佮把这个历史佮推较早，你1936年5月7日叫做5五宪章啊，内底时那无讲台湾是中华民国的，那是中国的，你中华民国代表中国哪好？拢无写，拢无，因为迄个时阵台湾甲这个平和是，我讲啊，伊个认定荷兰的是日本的啊。所以各位，咱读历史的是爱知影这段，应该咱糊弄的心，无宪法写出来。你固有疆域，我讲啊，以第四条来写，中华民国领土就是领土了，吼、哦，也统领领土的是，非经国民大会代表不得变更之，哎，奇怪呢。国台即摆都废无伊啊！啊，你领导呢？废得经国民代表大会，啊无国台还是要人啥？所以这部宪法肯定袂用实嘞。伫中国时阵拍败，就顶下红迄个红金安派你啊，世界咧你人看风水啊呢，当地派走来咱台湾呐。啊，这里这永远也是落咱即条爱选举的啊。好，台讲啊，咱民主啊，咱自由啊，啊，阮较早拢作风的啊。安顺的功夫啊！你独裁，我那个空前啊！迄阵空前有难呢，有你军事独裁，你无老百姓同意，你无民主，吼、哦！万一啦，健康有力呢？你出咧空前的时阵吼，迄前咧做有力的啊！啊，你用讲的时吼，那足欢喜，为啥呢？我那空前的不公不义的啊！无像即卖时吼，你别空前讲，是恁选好话呢？各位有影无？所以咱咧抗战的时阵吼，总软弱，咱拳头要钱大成钱的物啊，恁怕怕啦？为什么咱话讲？哎，奇怪，这恁选的呢？这总统是恁选的啊？啊，无你啊民主的天书出来啊？你用罢免，你做了歹，做了后罢免选我伊啊？是不是呢？来当初独裁就是蒋介石独裁的时咯，阮咧抗战的时咯，为老贼开始啦。各位咱在座的真少年啊，唔知啥物叫老贼啦，迄个老贼啦。迄老贼的伫中华民国特地过来时哦，立委、干委、立委、干委到国台，拢拢4、5千个哦，拢领部长级的吼，咧甲咱食咱台湾人血汗钱哦。所以，阮在咧抗战的时哦，是安那样？你咧国台是安那？因一个官吼，一个国台啦。所以3000几个官哦，等于3000几个国台啦。国台拢领部长级的，你知影无？佮千外立委啦。好，啊，个干部也4、500个啦，拢了一年，甲咱食老米了偌济嘞？好，即阵阮的抗争嘞，好，迄阵啊，夹落想着这吼，落规趴火的心吼，落抗争大有力啦。好，到尾啊，因知影理亏啦，落减啦。所以因啊，国代了，死了就无报，死了就无报啊。啊，无死有报嘞，一省一个吼，屏东啦，咱在座屏东的无，一个国校吼，一个国校咧抗争的啦，你记无？一个共生的吼，工友啦吼，隔日哦，乌头车来啦，吼，你找好对象讲来，这吼，我们要到台北去哦，要就任国民大会代表啦，吼，而且工友的，那吧，迄个，那几几年了，变凤凰出来啊，啊，
一个工友啊，啊，就伫中华民国迄关内底吼都无啊，因内底无差才讲，我啊即关煞无啊，无代表性袂使啦。我上啊上，我屏东一个工友咧贡献迄个，各位知影无？较早伫校拢贡献啊，上课下课啊，即马毋是啊，对不对？而阮迄时阵还搁咧贡献个啊，吼、哦、上下课贡献，哎、欸，做一个工友一夜之间就比国大。六年啊，迄个啥部长级的薪水啊，啊，这就中华民国体制内底啦，迄有够不合理的，所以阮就抗争啊，抗争优劣啦。变个时阵哦，阮迄年个时阵吼，差不多10万人个，为台大遐伫行路，行个底呢，行个阳明山的山卡，好个镇暴警察为山顶过个山卡，无还起你就对啦。啊，阮部队个时阵，矮矮点点你啊了时阵哦，结果呢，有一。命令了头前讲倒退路啦，就是讲反头阁倒转来啊！啊，在直直行，靠行，行到底呢，也林森北路啦，行个林森北路吼，头前拢冻起来，规条路拢阮伫遐啦，迄人都困伫遐。你若三更半暝巴肚枵，两边拢有咧卖食的林森北路。哎呦，啊，毋知影可能传来讲，惊讲，哎呀，啊，这部队要走对吼，来，就其中一个真有名的。迄阵啊，过去的时候叫夜奔敌营，各位要记住无？夜奔敌营就是吼，咱个东主席迄阵啊是柯信良，走去拜访啥李登辉，用石头卡，阮都唔知影。所以阮个部队伫阳明山下的时候，规个拢班师倒转来，阿总讲要创啥货，结果用石头卡伊啊，把阮倒转来的时拢困伫遐。阿伯阿问讲，哎、欸，啊，错档诶，啊，头前遐呐？我看拢无咧，头前咧位置啊，搁伫搁看，看拢无咧，搁三个半暝啊，出等下头前安怎？后壁拢问头前，头前我要问啥物人啊？问到甲到天光的时阵吼，后壁讲呐，我头前个都走了了啊，头前个拢走了了就对啦，害阮后壁即个只规个部队啊困伫啊，所以阮咧抗争的时候拄着即个啦。前几日我拄着一个讲五二抗的抗争啊，讲我老参悟哦，迄个农民有无？规架车的迄种迄落割了菜啦，啥物啊？迄落载鸭的啦，迄伫迄落邮局，就即马伫邮局迄台啊咧抗争啦，互阮载迄台啊，真几点啊？8点吼。伫遐抗争的时阵，水电员咧转，阮就知影咧转。当因夹起咧讲讲的时阵哦，阮就安尼走好局啊。所以我讲即马今仔日哦，遐抗争的遐都毋知即个撇步啦，因穿迄落。镇暴警察迄个武装吼，伊个行动比咱较慢啊。咱今仔参加民政府无呐，参加我讲来，伊若要敢共咱走狱，吼，我讲伊若要走到底，啊伊要捉到底，我讲咱无倒伊先倒，吼，咱走狱了啊，咱卖啊要讲要讲着啊。为啥伊穿个足笨重，你知影无？啊，咱袂啊，咱个扛手好个吼，就走狱啊。唔知影底下咪不回事，我讲个老话老弟。我若看到这个场面的时候，内心真艰苦。我较对于这老贼的时候，我咧抗争是抗争有理啊。但今仔因抗争也是有理，但伊该讲哪呢？你是阮选出来，判些在镇暴警察的时阵吼，拢是领咱的，拢领咱的税金的呢。结果你无对付遐共产党诶，你无对付所有咱读的教育共匪，你对付咱这老百姓手无寸铁。都对付一下生意啦，迄落咱的主地呢，所以咱看得真艰苦。即个是咧抗争内底吼，有一个相当感动的啦，一个原住民啦，我恁信啦，这个原住民的查某青年啦，伊伫 Facebook 的铺文的时喏，迄看得我感动啦，因为即个抗争的时阵喏，拄啊学完了刷了啥呢？拄啊刷了合适啦。有无好料的合适吼？这个合适的时阵哦，伊在控枪的时阵哦，多少的镇暴警察，有原住民的，你知影无？你高沙族的啊，迄个头盔吼，哎，戴了的时阵吼，但是面对面，咱的高沙族的少年啊，我连心啊，这里看有啊，拢意思拢原住民啊。你也想面对面的时间问啊？伊讲用迄个南岛语系的啦，吼、哦，甲问啦，因为伊毋知影是对一族的，咱知影伫内政部登记了14个族嘛，咱台湾啦，
哦，拢有十四个种哦。啊，所以伊唔单是对节奏，但是啊，伊问，伊讲长辈，吼、哦，伊是用南岛语系伊问诶，意思讲长辈，你是对一个部落诶，诶，伊也问我对一个部落诶，伊用你知影迄个南语啊，伫红头树迄个所在啊，红带偌济汇合了底啊，你敢知？用这个问伊了时阵，这个原住民的镇暴警察唔敢面对伊答复。从外头转去，对外头过的时阵吼，改成摕伊落咧吃目屎。为什么？伊讲是啥物理由，予咱的族群对立？啥物理由，予咱今仔日面对面的我们族群呐、啊？是啥物理由予咱对立吧？答袂出来。在过去的时阵吼，过去过的空间吼，一个少年警察啦，伊安那呢？用纸可能有准备的款啦，用一张纸写。伊写啥呢？总到这个瓦伦西啊，这个女青年吼，伊讲啥呢？讲我们吼，我为了生活啦，拿着那个很沉重的盾牌。诶，这股相当严肃咯，那盾牌很沉重啊。讲我为了生活，拿着沉重的盾牌，但是你们的公营机来加了掉吼，但是你们为了台湾的未来。令肩负的很沉重的迄个任务的担当就对了。你刚刚小姐在当呢，就是讲啦，日头拿出来，那日头拿出来吼，就是天顶啊，渐渐上，我搁在一条在当官就对了。这个是种鼓励性质，但是我讲看了这个普的心吼，就真感慨，你知系无？就是咱少年的这个一群的时阵哦，面对这镇暴警察的心哦。老实讲，很无奈，手无寸铁。但是呢，因在替不公不义的执掌者的心哦，也骨啊，连讲的心哦，一定讲到咱的主题呢，心话听。我以前讲讲过，以前我这少年，我的空前的独裁者，来今日这空前的心啊，你何时的心？我讲哦，内底王刚志的，迄个爆料出来哦，那真正何伯勇的哦，伊就随便。要移民啊，就对啦。因做个工程，伊知影，这个工程我阁几十手个啊，已经一千几项拢修改过啊。你这个物件用是嘛？这变装车啊嘛，二十几年前是甲奇异公司买的迄个物件，人奇异公司即马可能无做啊。那买出去啊，咱今后日本的、后美国的，叫拢变装车，原来在美国设计，即马伊遐无做啊，换日本来阁换新呢。你这间厝呐，入面拆迄个换迄，拆迄换迄，最后恁干吗？尤其是核能机那点，我咧讲啊，我连个点油灯来就点啥，发那油咧，发那灯就对啦。臭油灯恁各位大家捌点过无？阮细汉的时候呐，有无？吼、哦，臭油灯，咧安全呢？虽然是较暗哦，较迄、那、落、個，较无遐文明啊，但安全啊。咱较落为着讲要协助咧，咱台湾小小一个所在会堪得。核一、核二、核三、核四吗？咱要看到电祖先，咱就可讲看到节能用电呢。看我哋对啥，你知无？一个工程一点修改，换新的通报出来了，佮换新的一批，了了佮刷了新哦，啊佮换一批，好歹势呢。安尼类似的，无锡咱台湾，嘿，咱呢万地深坑啊。你只填我这个无效，填到到尾还是会变到啥呢？那落来吼，啊，代表选呐，因为安那呢，遐做工的人知影嘛，遐只是敷衍尔尔啊。而我罗顶当有咧做啊，遐内底家己爆料出来，即届是除了林义雄以外啦吼，人人讲中央研究院三个现任的加前后的，遐是院长，伊来出面来讲，为啥敢出面讲？由澳洲遐黑人专家来讲，讲咱台湾的核四吼，是住伫遐个地震带哦。吼，啊，这都唔敢报呢。啊，但是呢，因遐个专家就甲咱中央研究院讲啊，因知影啊，袂使讲这啊，所以因人数减啊，就反对讲核四继续起啊。所以各位，这危险性大家拢要作清楚。经济部外看哦。其实，咱台湾会能发展风，
太阳，这是吼，这上天给咱的。尤其南部，你若用啥呢？用太阳能的心吼，遐电用起来会当叫做南电北送啊。有够用，伊无爱。我咧看出讲，因看我伫对是哪里怎？南部的心，摩洛哥洪灾的时阵吼，吼、哦，迄阵啊，经济部吼，就用啥呢？用来鼓励着这损失的这市民吼。恁只要温啊电管吼，会起了用迄、那个迄、那个怎太阳能板发电，会较个起啊！啊，电发电的除了家己用以外呢，家己处理用以外，村呢会当个袂带电。哦，政策真话袂歹，对不对？继续带下电电的用来吼，我到尾也讲呢，讲无必要用啊啦，啊有人是开落啊啦，找不出的原因，你知影无？原来就是台电在做鬼啦，而且不咧台电就弄输你咧啦，所以要较知影，啊经济部头唔知影呢，到尾嗯啊这用雷军咯，还是合适人的免去啊嘛，对不对？迄路搞咧，所以结果拢用作者咯，迄个数字吼，恁讲乌龙你知影无？恁讲乌龙啦，所以是可恶的所在，所以油啦、电啦、你起价啦，就拢看到新的时代内底。我要不讲到新的时代了吼，这其实喏问题足侪吼，一个问题咱讲几部句的哦。我若讲迄个迎接新时代的来临的时吼，有机会大家以后电招我来讲吼，迎接新的时代来的时候我来讲吼，即话油电双涨，不应该去的，伊都要去，迄真系气死人的就对啦。来，小等我留一寡时间吼，讲咱的寿命证。啊！甲讲啥？讲福嘛，因为这时间吼，好，我咧过足紧嘞，来，过足紧嘞。我来看一下，看时间，有足侪问题，咧讲的是都讲袂完哩啦。所以今仔日，足多是咧才点半钟，无到点半钟内底，我爱上吊，互恁知台湾近代史了。啊！甲搁知现代，即马发现一寡代，啊，互恁小可知影。安尼，你就是安尼，即点半钟内底。恁会当拢可收着讲，今仔日恁来上课是为着什么来上课就对啦。二二八事件哦，无时间通我讲啊啦，有无？好，我听你讲这个迄落，这个机啊，这个机啊是早期是存伫李万基因遐啦。过因年纪较侪，你知李万基较他生意员哦，五虎将之一啦，台湾五虎将之一。吼，啊，即摆这个机啊，唔知有对伊吼，我唔知啊。这以后到民间有在找看，这历史性诶哦，这机啊吼。敢那一支保存伫咧，台湾民主国伫亚洲第一个，啊，这就是那做国旗啊，或者用只好咧做国旗啦，啊，就无大啊。迄个新的时代就是喏，伊龙是代表中国嘛，虎是代表台湾啦，所以龙兄虎弟啦，吼，这足趣味的啦，吼，知无？对。好，盖言，因为这个时间吼，伫咧讲的是我简单讲吼，就讲说，从挂出来流亡台湾的时候，有无？我是讲实施盖言。隆重三十八年五十六日，甲戒严，这个时代，蒋介石的时代的时阵吼，是为首相未到的。从阮这個年龄，阮就做有地啊。啊，阮哩绿岛唱迄个小夜曲，有拢奇怪。啊，迄、那个，你也想安尼看阮偌久啊？讲，阮迄个做少年的时阵，阮在座恁为也未拢也未出世啦。阮迄个就知影讲吼，这是不公不义外来政权呐。阮在咧读册时哦，啊，哪有这个想法？你知影？迄个牵着阮老爸啦，阮老爸时哦，迄阵啊去码头接啦，啊，即下阮阿妈同意的，伊讲你去码头甲接，讲吼，咱咧中国吼，咱即摆要去转来中国遐，吼，伊阵想咧足天真咧，要转来中国遐，啊，所以阮高雄码头去接啦。即等下阮老爸转来吼，阮才足细汉啦，啊，就听咧讲啊，甲阮阿妈讲啦，讲吼，啊，该。落尾头的时吼，迄拢成铁甲兵啊！哟，啊，即个大家知讲铁甲兵，啊那呢，铁甲兵排钉西鞋啦，吼、哦，啊穿草鞋啦，鞋闭阔脚啦，吼、哦，啊个啥呢？个那排两支枪啦，一支是迄落气球步枪咧修建的，啊一支啥呢？咧食水分的啦，迄烟枪有无？咱的老大人较少咧食烟枪啊。我咧排两支枪，而且是变啊战争呢？即看迄个是铁甲兵啊，所以阮细汉的时阵咯，就想哦，铁甲兵慢慢断，
讲迄个时阵哦，阮伫三民国校，阮读高雄啊，三民国校就知影吼，迄日本时代去足优秀的学校吼，阮细汉读伫遐吼，迄日本兵啊要遣送返日本啦，吼，迄服装仪容有够整齐啦，即落吼擦甲金闪闪啦，啊，迄个队长吼，阮伊甲抽迄个武士刀啦，金闪闪。阮现在凶奇怪，啊！这日本兵啊是要走队咧，唔咩咧？第二大呢是台风顶啊，知影讲，这日本兵啊是哦，因为战败要遣送返去日本的啦。好、哦、啊，人战败国家，这个军队仪容也好，啊，所以讲战娘还成铁甲兵，哦，还先死人哦，开始就连咧想就想，到我读民政委，参加民政才知啊，原来日本迄阵啊是哦，真顽弄啊。这两师就是日本最精锐部队关东师的兵啦，要调转来这和美国扯平的啦，哇，煞煞都无用着啦。那在美国的时阵哦，叫做越岛攻击啦，军事上是讲我这块岛攻了换攻你这岛，结果伊两岛拢跳过，跳过台湾，直接为乌克兰话而已，就即马琉球啦。乌克兰先啊，我讲要攻到敌人的门口埕啦。门口调了时，我做着跳板要攻日本较紧啦。我若当台湾即个只吼，好唔代表死伤偌济啦。因为伫硫磺岛死伤足济啊嘛。但伊攻下来，乌克兰那死伤真济呢。因为日本一个中将伫遐罢休啊。好，我美国先哦，一波一波跌咧，拢做是美国伫遐死伤惨重咧。到尾啊，迄个攻野先哦，日本迄个中将也得七百自杀。那日本的精神就是安尼啦，我这个屋计啦收袂好，我家己七百自杀，呀！所以咱台湾总跳过。那如果迄阵啊美国无越岛攻击，直接攻咱台湾的时喏，咱台湾唔是安尼，袂爱死中国来占啊，袂爱死你这大家，把咱吃吞大嚼塌。迄阵啊日本的美国是最起码，你若无美国管，啊无就搞联合国管，咱台湾苗会就变僵啊，啊无大。咱台湾苗啊，遐呾坎坷就对啦。所以，比如咱日本，迄个乌克兰时呢，1972年有无？1952是旧金山合约签嘛？1972才20多年，美国用政治解决，拢还给日本。啊，赔偿偌济？赔偿3亿美金嘛。但是，因伫遐做日本基地，伫普天基地遐有无？因按照我占领国，我让甲你做迄个基地伫大遐。虽然我不能并吞啦，所以给咱台湾呢，都要想想安尼，咱也是伫占领国，来伊伫咱内湖遐20000几坪，就起袂好啊，今年可能起好。为啥伊伫遐起要起个？伊伫建立一个亚洲上大的军事指挥中心伫咱内湖。所以各位在想看啦，如果台湾会放轻松，会有骂伫帮咱出卖中国的心哦，美国唔知吗？美国国华威安那大精神，你即个建立的基地吗？而且是亚洲上大哦。过年啊，伫天母还是高雄，你有看无？美国好一个证件，迄证件先哦，阮高雄遐证件哦，一栋三楼，一栋四楼，下面叫咩地下室？你呐为路边看的路看呀？迄个美国学校，奇怪呢，就就好像美国好像证件，表现呐部队变出来，部队灌校出来，灌校也租地。所以是做明显的，所以各位人外口是，你也看媒体咧看的时阵咯，我讲哇、哦啊，中国安怎呢？嘿哦，中国人熬臭屁尔尔啦，嘿都配合中国这媒体咧臭屁就对啦。伊对台湾真正无道的就对啦，因为美国那是咱的占领国。所以今仔日各位来上课的时阵，为什么你爱请新闻证？各位吼、哦，这个新闻证我要摕起来看吼，讲到新闻证啦，真正气死人啊！为什么气死人？你知影无？因为咱这种是正班的吼，后壁有晶片的，有晶片的。我为什么公开安尼讲？你晶片咱是伫美国印的，但美国毋是咱随便你找一间公司印的呀，是美国有关单位敢指定对一间公司印的呀。所以你们看，咱头前只有12道的内底，你安尼恰恰看就知影。有咱台湾12道金牌伫内底，吼、哦，恁来查查看。然后这个摄影的这台车有咱的密码伫内底，后壁晶片呢，吼、
以后摕这张买美国安尼刷一下，就当算国内。我当然以后爱搞这旅游证件啦吼，就还有避暑旅游国啦吼。来，咱清这时阵爱清日本时代，那我唔免，我1945诶。来，1945年诶9月7日以前诶，就爱清咱诶时大人，也是咱阿公阿妈。为什么要清呢？佮代表你是本土台湾人。因为咱台湾叫个别国的时呢，内底是根据那《休战合约》第13条，美国建立国内底，咱台湾人是啥？用 People of Taiwan， 你叫本土台湾人。虽然这条个别国的时哦，100%都下输了。因为美国的时呢，和中国建交的时阵哦，是1979年建交了的时阵，引来了《台湾关系法》，来过去哈。迄、那个《台湾关系法》内底叫做 The People。往台湾，往台湾就是住伫台湾，即台湾人有中国呀，中国啊，有外配，唔是宅配哈，是外配吼。即拢南南做伙吼，叫做 The People 往台湾，但是咱个是 Off 台湾，所以为什么清什么清？美国人看起你拢相像，台湾中国人分袂清楚，但你证件摕出来，我就分得清楚啦。所以这张真重要，这张是咱的保命符哦。因为到底只要中国人在拍摄，我是伫美国保护内底，我是本土台湾人，我唔是中国人，我唔是属恁的。佮另外，就真可恶，咱都咧清这心呢，有时咧某一个团队后壁用金钱咧收束，甲咱混淆，甲咱借罪，就即个山寨版的啦。你看吼，即、這个山寨版是不是后壁邓家乌因来啦？因讲因也是有清身份证啦。因咧写啥呢？叫台湾人身份证啦，歹势你中国人身份证，台湾人中国姓啦，啊美国人身份证哦，伊写台湾人身份证啦，而且个美国国旗用个笑笑笑啦，吼、哦，啊其实无效的呀，啊无政变的呀，一个乌因啦，因敢讲啥呢？清原籍啦，原籍较少啦，原籍300尔啦，哎歹势，迄成个中国蒜头就对啦。吼、哦，迄中国香港，阮只较俗啦，迄个拍下袂用是啦。啊，但是呢，咱真侪只东西唔知啊，包括以前有受过咱个只学历的时呢，唔知啊。何许辈人说是讲，好有够戆的呢？恁请个1000块，阮只300尔，歹势吼。阮只1000个时吼，拢会100%会通会用是咯。伫前年时，咱第一个分来屏东一个是王小姐吼，走个 AIT 请啊。AIT 要签证啊！过年的时阵呢，他改啥呢？改网络签证，你记无？迄阵阿哥伫 AIT 遐咧签嘛。咱一个东西，迄个小姐也袂嫁人哦。你也袂嫁人，要入美国的时拢真慎重哦。要证件摕一大堆哦，不一定甲你 OK 哦。伊摕咱这个身份证去，一个客尔，随 OK， 吼、哦，该变了 OK， 吼、哦，马上个签五单，这个小姐。欢喜一个吼，我到啊，要安怎讲咧？欢喜就对了吼。伊阿啥吼 ？TW No.1， 咱去第一个用这咱去签迄落签证，美国签证诶。伊阿啥 TW No.1， 知影？100%用是，毋是用中华民国？中华民国即摆叫伊先来网签，咱这免，咱这直接去。所以各位。我以前要讲这个山寨版吼，那以后恁老拄到这个山寨版的，你讲吼，这吼，恁是了免钱的清华，我来加定地，伊摕这张无效啊。互恁看一下吼，伊在美国企业小干干吓，伫这来遮，好不好？啊，为什么这张会好啊？你这张会南北挂啦，啊，无代无一个空中大学咧上课吼，迄个即其中一个甲县东伊吼，讲我咧请台湾新政安尼啦，300块。合理合说，伊也伊个证啦。啊，拄到阮遐有一个上空大个吼，你讲咧电视门证啦，咱个桥看伊桥看各种奇怪，啊，佮无同啊。啊，阮这1000个300个，结果讲来，你找咧蔡委员长，就找我就对啦。吼、哦，伊会捌我。来时我甲公公个时，哎呦，讲冤枉哦，伊佮介绍5个啦，佮介绍5个，还迄5个吼。伊那个叫来请哦，一个人倒贴300块，还讲还了1500块啦。如果
七八年，你派些叫因叫一千啊，因为伊叫因来嘛，所以因叫一人够七八，啊，所以一人了三百。伊到尾啊讲，院长，这张合理啊，这张合理，我无效啊。就这张，所以吼，我靠，今天做山寨版的样本，大家看呢，老差在美国几啊些台湾人民身份证的吼，百分之百拢假包的山寨版，你美国无可能个承认这嘛。所以咱今仔来上法律的时阵，来知影这连这落假包就对啦。啊，而且呢，后边有一个团队咧出钱啊，这什么人咱唔知，咱卖讲你吼。来，要一段时间的时候，我讲这个胡茂，有这胡茂的时候，看到咱台湾目前哦，在咱美国军事政府也未去买新，这个中间是真可怕，好啊，再有只学生要出来动，那我有贵官哩，来的内场玄机啊，各我贵人甲各位简单讲一下，你就清楚啊。你也想哦，内底吼。抓头抓尾五十一张啦，你若看头别记后壁，你看后壁别记头前啦。中国人介绍写只文字的啦，和你啥拢无，你看啊中别记头前伊啊啦。好，我伫遐看啊真好，拜托这唔知写啥物话歌啊。来上吊，你来你要注意，因内底会当何来开公司？内底二十万美金等于代表六百万哦，吼，二十万美金会当来开公司。内底无讲这二十万吼。是开公司你袂使叮当无，拢无写。并且我是咱们开公司的时候，或者是咱们个转过伊，嗯，啊，这是咱个转过互伊。啊，三转四转的是二十万，恁只几十万人两代会当来做开公司啊？啊，世界完了吗？你代表了咱的基金会无？你若是五百万，那个一千个万嘞，基金会落到基金你袂当叮当。哦，啊，又唔当有准绳，嗯，啊，无我落是一千万，我一千万个领出来，啊，佮换你个设计嘞，我一千万个落个，啊，佮领出来。啊，毋了专人基金会了了，所以袂使基金袂当叮当，这个设公司内底无该规定讲，这二十万袂使转，一定要更底下无，所以叫漏洞。啊，调安尼创，过来，过一个七百五十万的公司的时阵哦，会当七个员工是咪？你变做啥？或者变相移民啦？我做董事长，啊，我无当做总经理的袂啊，啊，我拢款好些人做科长，啊，过来叫员工规口罩。七百五十万，规口罩都啊拢会当做就挂起，值不值嘛？啊，那如果公司呢，迄真可的是啥叫？而且你入来了时哦，表示阮的私人公司哦，你政府就管袂到啊。我打量七个员工呢，我计七个员工呢，即摆有台湾人呢，迄都政因的政府咧规划，把你台湾员工，我甲请你的员工入来了呢，一段间来你中国去阮的公司啊，即摆中国遐公司的员工调来台湾去啦，只。哎，讲我公司轮调啊，讲起来是轮调，就是叫做换血啊。咱台湾慢慢了换，大家公司甲你换那换血呀。伊阿咧换一寡中国人来，即个克里米亚你知影吼？要脱离迄个乌克兰呐，内底咧苏联咧讲苏联语的，啊个苏联咧互食互伊的，发一个变动呢啦，伊讲哎，我要独立啊，啊我要依靠迄个苏联啦，伊讲苏联语较济啊。迄、那个大碳人甲乌克兰的人只较少啊，所以咱把咱只各位大哥都也讲北京语哦，还有拢讲拢相像哦，所以美国咧分别咧关清身份证就是安尼啦。各位，这是胡茂来的真可怕，迄米一摆了时阵，全台湾死了了。为虾米呢？伊个改善哦，十一字形拢有，拢规旁拢一摆，搁一个自由。啊，经济贸易区这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吼当我看的，迄毒药拢藏伫内底啦，毒药拢藏伫内底。各位恁啊，对的心哦，我讲话敢负责？恁在等甲恁些所谓啊，民进党绝对爱背锅，绝对反对。迄个怎呢？迄其中一人我讲来，恁就知影吼。迄、哦、自由经贸区吼，安尼中国遐农产品啊，来咱家啊加工制造的吼，写啥呢？Made in Taiwan, MIT 啦，哎，咱台湾的品牌和中国迄个臭原料，啊来做做用出去，万一来是全世界用，嗯，啊这 Made in Taiwan 呢，啊咱破局呀，咱品牌，咱的所有老百姓在培养这品牌的一个和伊弄掉伊啊，迄外可恶呢？你若今仔日你中国原料过来，咱加工，咱赚一粒加工钱吼。啊，甲啥没得因请啦，安尼就无要紧咯。啊，咱就无啊，咱就要食头路啊，
做一下赚一下工资的啊，这个马马虎虎啊，对不对？伊毋是用的原料是用介绍缅甸糖伫咱家制作的，歹势你的原料啥物我个咱毋知影，做出来用咱的品牌，咱台湾的品牌，今仔日行会出的是用咱台湾品牌嘛？哎呀，我都无做咩用，做着咱台湾品牌，啊，这会使有通过吗？做过来思考这个问题，咱宁可都卖，咱连自由出去，人说啊，这台湾这台湾者 MIT 都外好都有啊。所以这个人内底吼，拢暗藏玄机啦。哎，我看你时间就搞了对啊，吼、哦，暗藏玄机。所以个利用这个机会，把咱台湾前途何去何从的时阵吼，伊又无时间通去做详细解释。但是，甲各位叮咛一下，民进党要成立是伫倒咧？伫燕山饭店。燕山饭店啥人开的？是宋美龄开的。伫个所在竟然民进党的党旗叫做啥呢？一个台湾放伫十二路口，哦，各位想看卖吼，台湾啊放伫十二路口，表示你民进党咧成立的时候，都没有方向感，台湾何去何从，你都已经唔知影。所以伫咱咧台湾五几十栋，就是你唔知讲台湾要走对，人若徛伫十二路口，偌危险，啊，青红灯啊，啊，车呼呼叫啊，啊，是唔是呢？啊！啥物个国家，咱伫台湾可能是不是落口？各位来回想这个问题，所以讲今仔日，民进党老伯同啊，带出一条真好的路出来嘛。若今仔好个再台，各位有机会参加台湾民政府，台湾民政府唔是咧叫咧压枪、压剑、压刀，唔是要叫咱台湾出来，出来外口空闲唔免咯。我甲必须要讲哦，好个再我参加台湾民政府啊。啊，若无呢，即个遐学院呢，我若总处理呢？啊，这个咧合适呢？我若总处理呢，唔是该总处理，佮撮人处理呢？啊，但是咧，咱即马谈起就个别国了，唔免。咱咧台上课抢身份证，咱静待美国，美国讲咧 just wait， 就伫等就对个啦。就等咧时机来时哦，把中华民国挂出去。安尼，咱各位，恁除了除了高级班以外，继续，恁若想要做公务人员，会当国手内底讲，我可能适合做啥？我要做民意代表，还是要做行政官，有了个人的趣味。啊，讲无，啊，我年纪济啊吼，我来领人年金老啊，安尼也是 OK。我尽就了为台湾拍拼，何必国讲知你要进攻台湾，愈来愈济，安尼就各位来尽力啊嘛。所以咱有台湾心，有台湾情，唔是伫遐咧扭后脚啊，咧扭后腿的啊。大家各位即个只共同拍拼，各位来做幸运就对了。只要除了那呢？除了恁的福气以外，带有一点信用吼，各位哦，带有一点信用，你相信这個？为啥？咱有一个新台湾论的时哦，基本就定下来，咱从事个别国，卖讲圣经吼，讲遐那大就对了。最起码有这个坚固，我给你讲啊啦，好，啊各位，有机会咱大家再见哦，爱的。甲人讲，今日有啥物点心啊？唔知绿豆、红豆啊？啊？啊？绿豆呢？哦，绿豆退火哦，好哦，啊，都火气大吼。来，以上多谢，来。